你们想看的紫色雪媚鸟，今天给你们来了。紫色的皮，紫色的奶油，然后这个里面是棉花糖，家里仅剩的一个梨，还有那个葡萄，还有那个啥来着，奥利奥，放进去啊，把喜欢吃的搞里头。万物皆可包，真的是。再打上一层奶油。包起来。这都弄得太大了。这次整的这个馅料有点多。好，下个视频开吃。